您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您收看本期《中国文艺》，我是主持人孟胜男。眼看着春节就要临近了，神州大地一片喜庆的气氛，无论离家远近，大家都在盼着那顿其乐融融的年夜饭呢。也许啊，还有另一道年夜大餐，这就是春晚。年年欢笑喜临门，岁岁祝福迎新春。美妙的歌曲，奇幻的魔杂表演，令人捧腹的相声小品，岁岁平安吧，打鲁囊，风格各异，精彩纷呈，令人目不暇接。中国文艺与您共赏春节特别节目《十二生肖贺新春》。生肖是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，如今生肖俨然成为了吉祥物，为春节平添了许多的喜庆元素。在本期节目中，我们来说说兔年。兔年又称卯年，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四。兔在中国是一个美好的字眼，它往往联系着温和、善良与纯洁友好，象征着吉祥和幸福。悄悄留在脸颊，这一站就是我的家。空气中充满记忆，熟悉的味道。爸爸妈妈，你们的儿子回来了。蒲公英看着小伞花开在天涯，小花被人祖国种了。你就要看到姥姥姥爷的笑。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从1983年算起已经有33年了，这台可谓播出年份最久、关注人群最多、覆盖范围最广的晚会，创造了无数的经典与辉煌。在2016年春节联欢晚会到来之前，让我们去回顾历届春晚，聆听那笑声，体味那真情，感受那流金般的岁月。
找点空闲，找点时间，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，带上笑容，带上祝愿，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。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，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，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，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。洗洗碗，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，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，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，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，一辈子总操心就闷个平平安安。在1999年兔年春晚上，常回家看看以朴实无华的曲调和情真意切的歌词感动了无数的观众，也唱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。常回家看看这句最朴实的话语对亲情做了最真实的表达，歌曲流畅舒展，平易近人，朗朗上口，荣获了1999年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歌曲类一等奖。带上笑容，带上祝愿，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。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，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，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，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。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，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，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，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，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，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。金钱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是很重要的，但更为重要的却是人心。2011年兔年春晚上，相声剧《还钱》就用一件生活中的普通小事讲出了这个道理，并让每个人的心头暖乎乎的。我首先祝朋友们的事业像世博会的中国馆红红的，我祝朋友们的日子像亚运的接力火火的，我祝朋友们的生活水平像嫦娥二号杆杆的，我祝朋友们兜里的钱像我老婆的肚子鼓鼓的。这个肚子看着就痛快，虽说里边不是我的，但是我说清楚了，什么叫不是你的？哦，对了，我没说清楚，朋友们，这里边可不是孩子，是昨天我扫大街捡到的一个大皮包啊，那是我岳父的养老钱呢，整整10万块呢，10万呢，得买多少方便面？张嘴就方便面，咱都新北京人了，你就不会买点榨菜啊？把钱还人家。不还。啊，照着名片打电话他们都不来取，是他不让，我能让吗？啊，到你们家去弄不好你就得给他来个引蛇出洞、调虎离山、关门打狗、渡龙抓鸡、浑水摸鱼、瓮中捉鳖。你等会儿，你老公究竟是什么动物啊？你什么动物也不能去，
那我要亲自到你们家去送，为什么也不同意呢？我能同意吗？你上我们家去，我经常不在家，我媳妇这么漂亮，你去，是不是？是什么呀？所以咱们定了个中间地带，世纪坛街头。快点儿！哎呀，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呢？赶紧走！我揣着他，我快得了吗？你过来，过来！哎呀，注意观察。嗯，来，你背着。我背着这么个乌龟壳子似的往前面走，你后边跟着。社区的群众怎么反应？啊，超人姐姐放光辉，别人遛狗他遛鬼。还是你揣着吧。我揣着他，我难受啊。你还享受呢？刚才坐公交车不都给你让座吗？小偷都不敢下手。那是，他要是下手啊，那就不光是经济问题，还有作风问题。啊，对了，我听说这个经济问题背后还都是作风问题。喂，等我呢，对暗号。远上寒山石敬瑕，石敬瑕，敬瑕。哎呦，你酸不酸呢？还敬瑕呢？霞霞。白云深处，我和他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接了个帽子。原想王子会公主，却是恐龙见青蛙。明月几时有？抬头自己瞅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壶二锅头。爹。啊，亲爹，品种弄错了。没错，见着钱他都叫爹。亲爹呀，这笔钱我爸靠他养老，我妈靠他社保，我儿靠他高考，全家靠他温饱。如果要是丢了，我爸不能养老，我妈不能社保，我儿不能高考，全家不能温饱，我还得像牛一样贪黑起早，拖拉快跑，吃的是奶，挤的是草啊。兄弟，你放心吧，为了你爸的养老，妈妈的社保，儿子的高考，全家的温饱，为了你不贪黑起早，不吃奶起草，这10万块钱我还真还不了。怎么还不了啊？我得问清楚了，你这10万块钱你是哪丢的呀？你这10万块钱是哪儿捡的呀？你哪丢的，我就哪捡的呀？你哪捡的，我哪丢的。这么说，我是闲捡的。我后丢的。那都不是你的。不是我的。是你那，别瞪眼呀、啊。和谐社会讲究的是淡定。你这孩子什么时候生啊？8月份刚生。刚生完怎么又怀上了？我们怀的是双胞胎呀、啊。双胞胎怎么不一块生啊？8月份没什么好节目，都等着出来看春晚，你管得着吗你？一看他们俩就不是两口子。嗯，这孩子指不定是谁的呢。就是，你要说准了就是你的。你别看那边，你敢裁吗？你要裁准了这里边是什么，这里边的10万块钱就是你的。是，你玩傻子呀？你都告诉人家了。这还用猜吗？他都告诉我了，你这里边是儿子。我是二傻子，我庆幸的是我碰上个大傻子。哎，这钱都不是他们的。走走，哎，走不能走，你上哪儿去？你大爷，走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孩子掉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快送医院呐！对，保住孩子。保什么孩子？你们还夹孩子这么点啊？哎，这就是我丢的包。哎呀，你们干这玩意儿这么讲？
那包真是我的。啊，怎么能证明？这里边有什么？10万块钱。嗯。还有呢？1张名片。对。还有。还有。你说呀，你。1张漂亮女孩的照片。嗯。老婆，起杆儿。这个女孩长得什么样？黄毛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，都过去了。过不去。过去了。过不去。过去了。我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看他那德行，这不我吗？您看，一个德行。你们怎么把钱揣怀里呀？就是。这是10万块钱，要搁我们手里丢喽，我们得扫多少年大街才能换上？把这钱数数。不用数了，你们不仅是城市的美容师，更是心灵的美容师。我们美不美的无所谓，你还是人黄毛好看。哎，别，哦，红毛好，红毛看着就振奋，这个在长安街上一跑，奥运火炬又传递了。咱们回家吧。老公，啊，咱给人减了10万，他不返咱5000？咱都心灵的美容师了，咱们走。等会儿，没走。钱我们收下了，这包您留着背吧。这就归我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了。谢谢了。哎，这里面还有钱，哎，你们的10000块钱送给你们了。太好了。好什么呀？赶紧把钱还人家。你快去啊。等会儿找你们5000。全给人家。找你们1人5000。对了，朋友们，还是咱妈说的好啊，好人一生长寿啊。春晚已经伴随着我们走过了33年，三十而立。这30多年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成长，也都在收获。春晚已经不仅仅是一台晚会，也许其中包含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。
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我每次看我就觉得很亲切，又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滑稽，就是就觉得我那个头发那个造型那个，可是拜托那个时代嘛，那个八七年呢，你看你春晚改变了我的命运啊、因为真的如果是当天晚上演出是不成功的啊、我当然就也不会有跟中国的观众产生的这种关系，能够一直维持到今天。天边飘过故乡的云，它不停地向我召唤。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：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别再四处漂泊。踏着沉重的脚步，归乡路是那么的漫长。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。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。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我已厌倦漂泊。
每年的春晚几乎是当年的流行歌曲、流行词汇、流行社会现象的一个大集合，围绕春晚的评论甚至会成为春节走亲访友时的必谈话题。有一位外国朋友这样形容春晚：如果你想了解中国，就去看春晚。